漂亮，得，对，只能从落点上面变变。好球！哇！ 哇，漂亮！对，让人搓着打。哇！过来！哇！哇！漂亮！ 好球！精彩的对攻啊，拿分，但是效果没有那种稳定性更好啊。好球！这个每个人体能的这种柔韧度以及小关节的这种力量，是的，现在。 非常凶啊，拼的！你看，发出自己想要的这种落点。嗯，下午陈姐指导也是说，她说你们最后都可以统计出一个这出台的数据。所以你说他每次发一球之前，好多动作就是算这个。不是，那且想，对，且想。那你肯定是，你想你9比8，你领先的话，这个发球你很重要的。嗯，对。 哦，你看反手，赢了！哦，漂亮！左手将之间的对决啊，嗯，果然看起来很不一样，对你这个整个的生涯都是影响。 哎，漂亮！好球！哦，哎，哦，哦，哎。 难度太大了！哇！漂亮！漂亮！漂亮！第一个球上来这么精彩！哎！ 好球！这三个球的这种质量，你看，哦，没。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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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高啊！好球！
他注意的这个角度就多了嘛。对，他你看，哎呀，来了，哎，哇，好球！晚上的比赛结束之后，林高远这个出现的几率也还是挺大的。还是有的。那么今天上午小南也6-3，然后停电了，然后停完电以后，然后他第一局赢下来了。 他的粉丝嘛，然后过会儿给这个发信息，我说你是不是要来？还不适应，对，好球，破裂。 比较远的，嗯，哎，好球，这种回球，不像了，嗯，小侧到正手，我看从开始到现在都还比较稳定。 是的，嗯，哇，哦，漂亮，哎，不输，对，然后呢，老去挑战他，然后说我要是我就想赢你一次，如果输了就替你办事儿，一眨眼就5-0了，嗯，哇，这。 球，哇塞，嗯，他特别的来劲，因为他其实是本土作战，没错，他从小就在那个保安，这已经结束的这个男队队员表情都好轻松啊，无论是晋级的，哇，嗯，哎呦。 很均衡，可能跟他打更多是用一些节奏或者是。哦，对不起，他。<笑>那场比赛你在旁边看了吗？我在休息室看，自己发力的那种程度都会比原来更多。现在精彩球也越来越多了。许昕是。 守护地表最强直板啊，那咱们平时会不会？然后高水平的，就是可能相对少一点。然后，但是对于许昕来说，确实打直板在现在这个潮流里面，可能不是最主流的打法，但是感觉。因为在前一天木子刚刚战胜了丁宁，你那会儿是唯一一个。<笑> 那你就休息，别发手不好呗。<笑>纳达尔反手接发球，好球！对，大家都有这个发力的这种能力。是。哦。整场比赛，我觉得林高远都处理的不错。是。特别第一场跟许昕。 哦，漂亮！哦，赢了！林高远战胜了周宇，从而也是杀出了血战到底的重围。